是不是你向往的独居生活？我大概是个社交废物，下班就回家，绝对不和同事组团聚餐。朋友两三个，能把我约出去的，那绝对都是亲人般的存在啊。我感觉人际交往是所有麻烦的根源，所以我就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，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，和自己喜欢的东西待在一起，享受只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想听你叫我